Rosemary, Rosemary, أحبك, أحبك, دوست دارم, دوست دارم, seni seviyorum, seni seviyorum, سارانه, سارانه, أشتري, و أيني, I love you. 哭得准女生，她喜欢你，她自己会看你，然后笑着，然后一直这样看你。那个当男生那个告白，我喜欢，但是这不是我的文化。我说当然，我看你意思是我已经喜欢你，我还是要讲吗？后来他说，那你什么时候会告白？我说告白是什么？那你要当我男朋友吗？要不然呢？我追你一个月，我要你做生意吗？后来他说。我差一点就要那个离开，你的态度太差。你看我的脸都是化妆，你怎么会告诉我要不要游泳？对对对。哎，我以为这是你真正的脸。所以那时候发知道那个亚洲人还是台湾人还是韩国人会加那个睫毛还是什么，我都以前都不知道，我没有这种东西。我对于库德族人来说，工作很重要，但是给家人的时间更重要。但是在亚洲人不要先找工作，赚钱。买房间，我30-40岁快要那个动不了，然后再结婚，跟我一样，我还没到台湾的时候，我以为台湾人是那么难处理，我们没办法，永远没办法当好朋友。我觉得我们的都是误会，都是我们觉得对方是这样，但是其实都不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未来会很有趣。